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楼。对，我这个脸就是刚睡醒，而且眼睛超重。我现在坐在床上开场，真的是越来越随便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全家一起出去吃饭。全家不是只有指我跟我妈、我爸、我弟这四个人，是指还有阿公、阿妈，还有大姨、小阿姨，要大家整个大家庭一起出去吃饭。那因为现在大家慢慢长大，时间也越来越难瞧，所以终于大家挪出了一个时间一起吃饭，就小小的记录一下。那我们就走吧 ，Go！ 你头发像被炸到一样。我们来到了烟波大饭店，然后我们要在他们的楼下吃早午餐。阿妈，今天穿很漂亮哦。今天穿很漂亮。你要耶啊？耶！我们去找阿公。嗯，打开。哎呀，来啊，那我倒退开了。哦，哎，规矩怎么那么多？啊，好啊。你上我的频道了、欸。好了，有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打开了，好了。耶。好了。我盖水吗？嘿啦。你蛮就笑脸呢。那阿嬷穿这样子根本就是年轻辣妹。好啦，好啦，水的啦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什么啦？哎、欸，这我好呆嘞。这是麦克风哎、欸。黑白无常。我们这次来吃的餐厅名字叫做“食东西”，然后就是自助餐。走吧。可是阿嬷也跑太快了吧？阿嬷就是想吃这种很台式的。嗨，很像很久没见，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，这是镜子吧？这是镜子吧？这边汤匙不要太大只哎。哎，你懂那个水果？饭前要先吃水果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水果汤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还没吃。啊，我说这个炒饭好不好吃？很普通。我们已经吃完一轮了，我妈还没回来，她是盛的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有什么煮给工人大锅啊？今天很呛是吧？哇塞，你真的很懂吃哎、欸！直接拿走。他自己炒的。我超喜欢台式马卡龙，等一下来吃。这里还有台南的特色小吃现冲的牛肉汤，来看一下。这个牛肉汤的牛肉很好吃，但是牛肉汤的味道是不是不太重？反正我是这样想，就是微推推。我们来夹一点寿司。你有想吃的吗？没有。这边还有蚵仔煎哎，也太道地了吧。这边还有大姨哎，太道地了吧，感觉像家一样。但是他们的野菇鸡汤是真的很好喝，只是说这个汤匙真的不要给我太大只哎。你是不是拿错了、啊？哪有那么大只啊？一片哦，在这里它是有讲一下，要介绍一下。我不会介绍，在那个网络上有人分享，可以试试看。它橘子酱是这样整颗，要叫我们自己剥、哦。这里啊，那个可以拿吗？你拿拿看啊，你有带刀吗？我觉得在这边比较好，因为外面那边很吵，但是里面这边比较安静。虽然要走的比较远，但是比较安静。对不对？戴手套戴老半天，老了。
好吃到痛哭流涕。喂，哎、欸，崔丽，至少这边天空很好看。是你天空的靠山。我觉得这边的种类真的没有很多，走一走都还是不知道吃什么。希特勒。快点出发！快点快点换下一个换下一个！我只能说只有这边的水果跟汤很好喝，其他真的就是普普，可能在围在更下面，普普在下面一点吧。水果还可以的、啊，那边有一整排虾子，但是都有壳哦。还是马卡龙，推推。哇、嗯，好大声哎！放下，放下。放对了。美食节目。整根吃进去。这边的冰棒就是这样小小一根。我们来拍结尾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这间叫什么？食烟锅，烟锅食东西，然后你们就手就这样，手就这样这样。推推。不，这集还好，这集还好。好，烟波食东西，好呀，太慢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是啊，你们讲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阿妈讲不出来，阿妈讲一次。哎、欸，讲一次。按赞。啊，你讲订阅。你讲订阅。哎、欸，分享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你讲按赞，你讲订阅，他分享。阿姨讲开启小铃铛哦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就是这样子啦，很赞。按赞，按赞，订阅，开启小铃，开启小铃铛，对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，也可以追踪我的。对，这段字幕一定很难上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